坐马斯。我怀疑准钓台了，真的。哎，很多人脸上都有直播主持的。不是啦，你想要你拍面头拍了，很神啊！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你到跳舞一日要讲什么问题？跳舞，唔系安尼。我叫你无直播啊！讲一日以后，你过几日来台湾去坐公车的时候，伊。鸡同鸭讲，其实我大家拢会鸡同鸭讲啊，对啊。我甲国兴讲话是属于拢阿爹类啊，我跟你关系就好啦。刚刚你安排要去国校啊？漳浦国校啦。漳浦，漳浦，漳浦，迄个阿俊啊，青俊啊。你拢识在啊？哎呀，哎，这种小人奈都无识在。哈哈哈哈哈。无水客伊啦，拢无人识你啊，知道？跟我你唔捌的啦。等下后台领钱，迄路牌啊，你也甲倒边看，向啥掠到？我甲你讲，若无掠到，车牌迄都假。我讲话，我讲话，甲讲啥？七宝嘞，七宝嘞，想去七宝嘞。哎呦，希望大家都能当身体健康啊，安尼才有机会做移民。好，是。啊，真感恩啊，有这个。疫情之下，咱拢还佫活嘞吼，啊大家平安，所以咱较侪时间面对家己啦。继续加油啊！继续做巴士啊！无事做巴士，赞啊！